马上吃。您能到45吧？哎，他怎么给你招东西？怎么给你说的？我在这说你好，你要抓起来。别要他抓起来。能开条不行？能开条，你要讲那种。开始了，开始，快点上屏。上屏。这比我目送的，好嘞，封面啊。开始啊。就这么两句啊，神仙干活也这么举例。这个随便，你往里搁行了。我随便往里搁，随便搁多个。工人干活这是标准化，这是。什么标准化？都给他一段搁，别走那么远。不是远了，这一步就远些。这瓶没事儿，这瓶，这瓶你一个挤一个都没事儿。一个挤一个不看到行了。给你好好吧，咱得买过地方。我操，这要灌那么少的。我走。等我给你了。来。找瓶子，找别找一个找瓶子。这人长得都不好看，照啥嘴？照啥人？开干嘛？太紧了。过来。他不走又不走，推一下，人家都推一下。又挤住了，整那么紧干啥呀？有这两个条。谁都全中了，飞死了！你们去玩火去了！飞死了！光头撞了，光头。拿箱子，拿纸箱子，哎，背上。光头。好了，行了。